原来这个食物是卷的。你爱我，我爱你。别唱了，唱个歌还不让人唱。今天吃带卷的食物。头发都让你扯断了。来，看这两个哪个是卷的？吃对我给你50，吃不对倒贴我100。吃不对为啥还得多给你？那肯定是这个是卷的呀。来来来来来，看看到底哪个是卷的啊？这早餐吃了，还倒贴？找你了。Later。来，中午选对给你100，选错给我200。这一眼望去，这个肯定是卷的，但是我不会选这个的。当然这个是卷的啦，这还想难住我？咋着？你这难不成还想放烤箱里烤烤？不用烤，这样就挺好吃。不想吃脆的。嗨，这次还变聪明了。上小学那会儿天天吃，这我还能不知道吗？用不着哪个都吹，拿来吧，给你转过去了啊。真好吃。Later。来，晚上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对了，给你10块，错了给我50。凭啥我每次给你都要多？因为你丑啊！打眼望去，这个肯定是卷的呀。但是我还是选这个，因为它打开肯定是卷的呀。这咋不卷嘞？这好像这拉丝儿。好，别说了，给我50。No！ 这还不是一般的拉丝儿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是我草率了。快点给我转！转了，转了。但是今天也没亏着吧？那我今天得到了多少呢？